啊，同仁请就坐。现在来开第二十八次的会议，啊，请秘书长朗读第二十七次的会议事记录。来，请秘书长。宜兰县立会第二十届第一次大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二年五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林烈贤议员等三十四位，列席人员县府县长林之妙、副县长林茂盛等二十三位，本会秘书长关生科等三位。来宾各报及各电子媒体记者，主席张议长盛德，记录黄凯俊，主席宣告开议，假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签到议员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先读第二十六次会议事录，一、执行事项，县长市政总执行及答复刮胡数记录另录。执行议员黄怡议员、杨光明议员、林内贤议员、陈龙喜议员、赖良洲议员、黄建荣议员，答复人员林县长之妙等十六位。散会十一时五十四分。以上。好，感谢秘书长哦。大会针对啊，议事堂有啥问题无？啊，无问题，咱备议巡查吼。啊，下晡咱馆长庄志顺啊，继续由咱二十七号、二十八号、三十二号来。我们请县长相关局处长列席报告台。好，请县长、副县长来各居座，请就座。你怎么行动？好，我们请十九号议员来，请发言。主席哦，副座，还有主秘哦，县长，还有各科室哦，那个局长、处长哦，大家午安。还有那个我们那个议员哦，同仁哦，大家午安。管理县长。你在前四年哦，你那个在地方上的社会福利哦，做得很好哦，能够受到哦地方一些那个百姓哦，很夸耀啊哦，算讲欧陆都对了哦。你即马那无要年金，无年金这个压力，你后壁这个社会福利会阁继续做落无？我相信你会阁较拍拼，因为哦，咱顶年。顶年妈祖文化节时阵哦，我带队啊吼，我做引导。啊，个暗时啊时，咱毋是有一挂什么水雾秀啦吼，啊个无人机秀哦。哦，迄空中诶出两尊妈祖哦，我拄好坐安尼，规只去坐去看你诶庙，从我安尼看你安尼愈来愈慈祥。哦，个林茂良哦，都同款诶，啊出两尊妈祖。可能一尊是林茂良啦，哦，啊一尊咱林芝庙县长，哦，啊所以讲你慈悲为怀，咱即马这个，即马这个社会即马面临哦，老人化越来越严重，哦，啊少子化嘛越来越严重了，哦，啊第一个我感觉就是咱副馆长啦，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讲，看要怎去辅导这，要怎来甲这老伙仔吼安置一个。好的地方给他们移休晚年啦吼，讲一个又要移休晚年啦吼。啊，当然啦，这个说这个地点嘛，我做民意代表的时阵哦，我伫有甲社区沟通过啦。啊，但是哦，大家拢无要让迄个空间出来，因为需要团体真济嘛。哦啊，我非常感谢那个副馆长，我甲这个建案哦，改建议的时阵，伊就随叫处长迄个教育处处长，还有社会处长哦。啊，来做个商讨。我讲上好的空间，即马就是讲咱少子化嘛哦。咱即马学校硬体哦，是三四十年前起的，针对迄当阵的囡仔的数字哦，落去起起来。啊，即马，阮从比例，阮南门国中啦吼，伊当阵
咱高中有十几间，迄个算讲，用的教室啦，有十几间啦。啊，即嘛一年，迄个三年剩四班啦。哦，剩这个空间哦，咱是毋是好来利用？哦，啊，但是哦，咱我是感谢迄个副馆长，伊第一时间有做这个甲沟通，啊，嘛就叫因来落来甲迄个沟通啦。哦，啊，所在地点嘛拢找好啊。哦。啊，因为个人哦，有一挂代志哦，啊，所以讲，甲恁画一个保险的哦，啊，无照你，我是对这方面我足支持的，因为我嘛有带老伙仔几个老伙仔去看迄个店，哦，看迄个南安国庄迄个店，啊，大家足认同，景色阁水，哦，啊，阁看到大海吼，啊，所以讲，画一个保险，我较闲的时阵，我再过来继续努力。跟咱县政府遮哦，啊，谈咱县长哦，啊，来到，甲这个县长，即马讲就是少子化，后摆遮囡仔无嫁出，要杀去带，嘛是爱杀去遮。咱即马无先做哦，后摆社会成本会搁较增加。哦，啊，咱即马若先来未雨绸缪，做一规划哦，啊，咱有哪行到后摆，就算讲较。较顺，这囡仔就较有去处个，你知道？咱就免去烦恼这囡仔后摆要安怎何去何从，因为拢无嫁出，后摆嘛孤单一个啦。哦，啊，过来各位，咱各位各局处吼，咱拢有十五处嘛吼，啊，十五处六局嘛，民工建交、水教、农社、劳地，密集主人证，啊，个迄个局哦，有迄个警消委，黄彩文，哦，总共有几个？啊，我想问咱这个民政处哦，民政处长，我请教你哦，咱这目前所存一年差不多有所存偌济重量，偌济数字？因为你若安尼无控制哦，佫继续伫疏存落去哦，会甲这个咱这个火床掏空。你啊看，我迄天去参加咱陈富雄、陈议员因妈妈的做伊个告别式哦，哦，伊个房山，我两年前去113号面段，佮116号面段遐，遐嘛房山，佮即满嘛还佫咧房山。这就是表示啥？这前兆已经发生啊！因为恁挖了真过厉害的时阵咯，掏空去嘛，迄根本无地动，无风台，哪会去予崩山去？迄就有这个前兆。我若唔，你若唔相信50年了后，你啊看数据村咪灭村啦，绝对灭村的啦。啊，咱陈议员哦，吹无厝哪转？所以讲哦，咱这一定要控制。一定要控制啊！哦，啊，过来，馆长，啊，咱文化节时阵，你甲我问讲，啊，忙啊，你哪会这个交通用甲乱？所以讲，主持人，我拜托你哦，人民间一挂活动哦，有人专门人去引导啥哦，你莫向阳插落来迄落啊！今年要搁办嘛哦，哦，馆长，咱今年敢是要搁办嘛？是南京宫办的啦哦。我是讲，哦，民间用家己去迄落啊，莫搁啊插手啊！恁插袂去哦，出，迄当阵我做代表嘛，我迄落啊嘛，伊讲民政处的，我要落来管啊，即阮办的来怎，然后要管恁管到县长来甲我问啊，啊，这个交通哪样甲乱，啊，阮控制甲足好个嘛，所以讲今年哦，恁莫落去共掠甲掠手啦，哦，啊，民工啊，讲一句哦，那个处长，我安尼拜托你代志啊，我感觉。阮遮议员袂讲你不离骨力有啦，哦，但是我感觉讲你处理代志哦，袂够真好，哦，因为我南无遐囡仔要倒来创业，馆长，咱定鼓励囡仔要倒来吼创业哦，啊，南无一挂少年囡仔，啊，要来经营一挂迄个水上活动遐个事业，啊，拢受着顶个财团安尼，甲因安尼，甲因迄落啊，甲因处理安尼。意思，因要讲我听，恁来我管啦，无可能啊！恁在这生存啦，
馆长，啊，这囡仔会惊无？啊，咱坐讲讲要鼓励这囡仔转来迄落啊，搁什么创生计划？连南东湖即嘛嘛安尼咧，南丰我可能嘛了了安尼啦。就讲这方面咯，我敢毋则甲处长讲，你会惊恶势力无？处长直接也讲伊毋惊，安尼即我就非常欣赏。对，这囡仔要转来趁钱食，啊，都随便二号死啊！啊，过来一挂环保，环保人士，假环保人士，难无啊？改个囡仔特工呢，遐立奖个，讲什么污染啊啥？你环保意识，咱馆长，粉鸟哪去啊？粉鸟哪去？拢无水嘞，水去用接了了，是啥？哪会拢无水？啊，无水本来是变波嘛好嘞，结果变森林嘞。啊，一条溪来看到今年哦，迄树啊安尼啊，日无看到，拢无看到沙，拢无看到迄落啊，这是毋是足严重的？所以讲哦，上天造人有分男女，地下万物即有阴阳。怎么一挂水，一挂咱海口哦，是一个鱼区嘞，迄是井水透咸水。哦，迄个所在是一个，嘛是一个讲乡善的所在哩啦。你就讲一挂迄个回事，算讲逆流，其实要迄个产卵迄阵过鱼的有无？咱敢来过鱼的有无？你无水，你是要哪有去哩？对不？你拢无水啊！啊，包括即卖嘛是同款，有当时迄火药啊，着打啊，着我感觉即夹水夹了伤过厉害去啊！啊，所以讲我是讲直接吼，要求咱水师处吼，小注意一下，即工厂的水吼，小控制一下。因为你讲咱馆长，咱不拉溪是毋是水真济？咱只要办迄个立博有无？水真济哦，甲天气落过来，就一滴水都无啦，结了去，工厂结了。啊，主任，啊又甲我回复啦，水利局要强要求着这水利会。把这水提去卖台塑，啊，佫甲我迄个水利会站长，佫甲我讲安怎咧？吓，阮都一部分卖伊啦吼，啊，一部分都算讲水权吼，伊卖去我嘛无法度。馆长，这公共产咧，国家公共产咧，会使卖吗？卖到破坏整个大自然的生态，对无？进前人满载啊，满载一暗出去拢两三千尾。即嘛一暗无两百尾，即是毋是讲即个鱼塘哦，已经破坏掉过去啊？你看伊个水落来，台新台啊啦，哦，东南亚啦，台塑啦，因拢夹去创啥哩啦？环保，就是砖涂骹，哦，惊空瓶袂过，砖涂骹二十四小时伫放个哩，二十四小时伫放，啊放干哦。清气水啊！出定清气水换垃圾水落去海底啦。我做囡仔时阵海山埔，人阮用手钓钓就钓鱼啊咧。尾下说用车钓钓无鱼啊。即卖换啥？换无人机，偷鱼啊进水才有鱼啊咧。结果嘛是无鱼啊。所以讲整个环境的破坏哦，很严重，很严重。哦，啊，过来就是讲，咱这个工业区，宜安关，就阮。迄个种叫感觉久吼，上严重，上严重啦！空气吼，馆长，我咧拜庙的时阵，位在这边吼，迄呛甲会呛鱼咧，鱼也袂动去咧。所以讲，我直接要叫咱环保局局长吼，伫这个环保的这方面咯，恁来多多落去加油啊！啊，请遐稽查人员咧做啥？对无？啊，卖入去人，卖入去人，电费都水入去，也要打咧啊！啊，过来电费数，电费数，你嘛无法度突破一关。卖入去人电费数内底，就卡电费入去工厂内底啊，关机，对哦。我希望讲哦，咱这个环保局长哦，你即马新来哦，啊，看你的魄力啊，哦啊，咱陈义平，那我学姐啊，陈义言啊。你讲是毋是咱开会的时阵哦？哦，迄空气特别好。馆长，咱宜兰的建筑地标，啥物啊？你知无？
那每管局拢有啥物地标？地标啊，咱遮个建筑地标就是台华迄两支烟厂讲。我五月初开始安尼来，即马到今仔日安尼哦，开会安尼拢无开哦。迄天顶看到偌好咧，但啊看啊，为南个要转北个，为北个要转落去阮遐，迄乌啊角啊，看甲足清楚。七千岭嘛，看甲足清楚，迄空气偌，那迄景色偌水咧。迄两冬，迄两支烟冬讲啦，雾哦，再去布白，尾嘛，阮断去布乌的。哦，啊，这是毋是讲，咱迄个局长也是要注意一下啦，啊，阮马赛地区哦，是真经个，足可怜的。哦，啊，过来哦，民工建来那个建设科哈，科长，处长。那个我头拄仔来讲嘛吼，咱拄根啦，拄根吼，啊是毋是咱有共坐迄个45%的公共设施啦吼，啊搁啥物客税哦、房屋税哦，啊结果厝伫阮妈在厝伫起起来，啊愈起路煞愈塌着，啊过去较下，啊人愈来愈多，啊上下班定在塌车，塌到在冤家相骂。馆长，阮所的托儿所、镇立托儿所，即马正门是，照你讲是爱后门啊，因为正门无路啦，啊，即马人愈来愈侪，啊，迄后门哦，消失掉啊，哦，啊，囡仔要接囡仔上下课，佮加上迄人愈来愈侪，上下班塌塌着，哦，我是讲哦，咱那个建设处长哦，啊，跟咱管地哦，看会当体恤哦，咱地方上的交通问题哦，啊，因为足侪民众你甲陈情啦，即卖目前哦，我差不多有500粒烟啦，伫厝的，哦，我就讲哦，来咱来研究一下，来会勘一下哦，啊，看会当讲咱管政府哦，县长，啊，看会当讲用阮的港务引理无吼。阮迄个需要讲嘛，讲我伊年看来甲咱补助者，也是讲来征收土地，啊工程的部分来啊电工所做安尼，好无？好无？咱是毋是讲来会勘一下那个处长？哦，来会勘一下，啊民众足多人期待迄条路会当通，就是咱正门托所正门迄条路会当通。啊，但是目前我有甲迄个镇长沟通啦，他们现在有两个方案，哦，啊，咱就找一条较俗的方案来做，啊，暂时性也是讲哦，把迄个任督二脉哦，拍互通，还个百姓哦，你出入哦，较方便，因为伊直接出入是甲菜市啊，甲下下个，迄条路若拍通哦，规个拢通啊，哦，馆长啊，那张里头哦。拜托，甲咱支持一下吼，为着百姓，为着地方啦，咱咧无分政党啦吼。啊，交通处那个处长，我请教你一下哦，那个南澳那个火车站前面啦，咱唔是，我有资料甲你讲，是唔是有一个转运站，咱共做一半尔，啊，即嘛无，因为你甲我讲理由，讲遐人出入无济，啊，所以讲怎啊，敢若有咧放弃的意思。但是这是偏乡地缘的所在，咱这南部嘛是咱宜兰县的县民啊，对吧？虽然对外咱无法度满足伊优先的条件，但是咱会当甲因解决的，咱就尽量甲解决。因即卖因的诉求就是讲安尼啦，无既然甲袂使哩哦，无火车头前看会当来规划一个停车场无？因为伊宜兰县哦，因即卖有人去上班坐火车嘛。啊，车侪无当停，拢停伫圆环边啊。啊，种出入嘛会了阻碍，甚至讲会当来规划一下迄个，无上起码嘛爱一个停车场哦，遐里面你停车上下班啊，摊啊伊落也较方便啦，好无？考虑看下，啊过来，小助手处长，恁今年3月毋就去北澳？去北澳考察，有无？你起来，你我甲你讲，你拢坐着无咧嘛？啊，甲你问，你阁无啥爱用啊呢？对。报告员，今年有去北澳，没有错。啊，你用什么经费？
咱用迄个捐款呐，嘿。啊？捐款呐。什么？欠款呐。欠款哦。是。啊，有几个人？有十几个人。哦，十几个，你的名单有啊？吼，我要看卖者，吼。好，无问题。嘿啊。其实哦，馆长，阮明，阮这明代表是拢前线啊。阮目的是啥？主要民众甲阮反映的，吼、哦，啊，恁会当替阮服务，啊，阮就袂去遐民众骂。啊，阮若民众骂相对的，我有当时我会甲恁较无客气，对。啊，过来即嘛换水租处叫那个债主啦，债主啦。啊，我那个当做执行的时阵。自治法规、场地租用这个，您年底了什么管？新皮在某样那个财政局长，财政局长，财政局长，我请教你一下哦、喔。自治法规，咱会使过去落啊无？过年底一个，把这个学校的场地租用办落哦、喔，给你打折的无？哦、喔，我都断定。咱一寡你妈妈拢是做社会公益个，暗时啊吼，无聊去做一个有氧舞蹈啦，是健康操吼，啊，甲咱这学校租场地嘛，1981年的时阵啦，3万几块啦，啊，顶年110几年的时阵，讲起甲8万几块，一届起5万块啦，因负担袂起啦，哦，因为咱妈妈是拢为拢做社会做辅导志工啦，是讲哦一寡迄个社会义工者。我是讲看会当言语哦，甲因咱这自治法规嘛，看会当少甲因打滴折折无？哦，你主席、各位女士先生，感谢李议员的指教。在这个教育处主管的这个校园的管理自治条例里面哈、哦，对于这个使用空间的部分，本来就有一个弹性的设计，它可以依照各个学校可以依照这个设备的老旧。跟所处的位置等等因素在考量，在原定的所谓的教自治条例所定的标准里面，在30%的限度内来做一个调整。但是他们如果横着这个因素，要由学校签报到府里面，来府里面同意以后就可以来办理。目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跟议员报告。哦，啊那。那你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就跟那个学校反映，他那个文化国中那个体育馆也很老旧了嘛？哦，啊，叫他们写个申请书上来，我们教育处还是我们财政处这边来那个申请。不是申请啦，我这个部分是他要调整他的一个收费标准，那依照学校可以依照刚刚所指定的一个程序签报到府里面。那可能由教育处这边来做一个主政，那他来审视看看符不符合规定，如果符合规定的话，他可以准予他来给个核定的一个程序，以后学校可以依照核定后的一个价格来去办理收费的事宜。啊，你安尼真落实啦，那有法度啊？你都搁安尼，你都还搁叫学校写嘛，对不？真要叫学校写一路啊起来，对不？啊，你都印尼啊，从那个杨光明议员讲的。卖有城乡之分嘛，对不？对啊，你都会当给因优惠，就尽量给因优惠。你去啊叫下家去写，还是下家跟因沟通好，啊再给恁那个写报告。它是通案性的哈，通案学校是通案性的考量城乡差异跟设备的新旧的一个因素来报核，而不是针对某一个这个团体来使用来减收这样的一个费用。啊！你讲安尼无当啦，什么某一个团体啊？这本来就是讲，人讲正经，这是讲哦，这一挂团体、一挂社会、这一挂妈妈哦，啊，一挂欧巴桑，才有利用的嘛，社会团体才有利用的嘛，啊，不是讲要一挂迄落特定人士要用的啊，对无？啊，你就会当优惠，就来优惠啊，你都看安怎迄落啊，你都甲下下沟通一下啊。我想那个如果有那个部分哈，那。处里面应该是会辅导学校，如果有这样的需求，来协助他来做这样的一个申请。好了，那你们在那个教育组长，再麻烦一下，是不是跟那个文化国中还是我跟他们联络好了啦？哦，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农社哈，农业处处长，处长，我请教你啊，你对渔业了解偌济？对渔民了解偌济哦？
啊，渔民即马何从何去？你有了解无？啊，那个劳工处处长，你顶个你是顶任的处长嘛？恁平常时去渔会，恁敢捌甲船仔人直接安尼交谈？啊，问因的生活，因的困苦无？恁个知影想要建设尔嘛？对无？渔民上重要。你啊看，南澎湖即马船仔百几只，百四五十只起来，遐人要安怎创？即个目前观点，有要处理掠鱼啊？即个船只是拢为着即个外劳啊，你掠啊咧？一个外劳一个月5万块咧，请三个一个月爱15万啊咧，对无？拄着歹天伊嘛烦恼啊！即个外劳啊，又搁爱3000几块，搁3000几块，所以讲有当时较歹风险伊嘛爱处理。啊，过来掠无啦，船仔拢白个啊！啊，过南澎湖是一个观光地区啦，遐走私船也有无？啊，白一干饼，啊，拄好伫观光中心点遐，煞发臭，青滴啊，啊，足歹看。啊，过去拢有处理咧，啊，即嘛是安奈拢无处理，对，啊，看变安怎消臭掉，你嘛甲小伊落啊一个，小甲即船仔人哦，因为我一问阮遐个人，啊，都拢无人伫过门，无人过门，船好啊，我就扛伊啊，恁对啊，你嘛无我个法度啊。对不？啊，康处长，啊，即目前恁龙虎啊，掠鱼种有几种哩啦？来，请处长回答。处长。咱即马龙虎啊，差不多700只鱼船啦吼。啊，渔民当然有伊迄个渔捞协会吼，啊，佮爬网协会遮个啦吼。啊，目前伫个内底有远洋的，啊，有近海的，温存啦吼，等落啦，啊，远洋都基鱼啦、拖罗啦遮个啦吼。啊，灰灰即个是上近海即个部分内底，就是掠灰灰啦，掠一寡迄个远近海遮个春类鱼啊，啊是一寡咱北北啊遮个，咱大概拢有安尼啦。所以讲哦，恁哦，这是大概哦，笼统讲一下尔啦。其实拢无真深入了解渔民的生活，因的困苦一代，对。也有砍伐啦，也有扫梁的，哦，也有流刺网的，哦，钓竹啊，钓近海钓花鱼的，钓红干的，足济啦。啊，但是哦，县长，既然咱要互这单位发落因什么花什么花，对吧？有延伸钓、单车，吼、哦，啊，搁捕啦，吼、哦，总共大细人、大细花拢总有10几花哩。结果嘞，花一袋，花挂伫嘴个，有花无所在，有花无所在啦。安怎再找一个主子来？啊，遐。比如讲，我捕拉花，我有十五只船啦，十五只捕拉，反正成立一个会。啊，我们讨论问题的时阵，包括恁公文落来，叫阮安怎，啊，阮要集合因来做一个探讨，要来沟通，找无地点。既然你敢要发这条河人啊，要发迄落啊河人啊，对不？你看啊，从今嘛无位啊，啊，无当迄落啥？迄个快大条啊，下骹遐凊彩钱一类啊，嘛好。啊，正经个啦，拢恁去找花无当找啦，无当找啦。你所知，你迄个，咱即马迄个心态很老吼，啊那个处长，啊即马有啥物花？很绿个，一人蛮好啊。啊，恁今日处长回答。即部分个花。花不哩侪种啊，无有拖网的，无有真侪种的迄个花啦。啊，这部分我还袂去甲行啦。我到时阵会搁一个搁好好去甲因迄落。哦，你还袂去行，我即马行过，康处长。啊，你怎安尼做遐久啊？什么花一袋，你知影？根本都拢无嘛，对无？啊，怎啊？啊是啊，怎啊？正经正可怜，搁拄着海涨歹哦，啊搁。啊，搁饲只外劳啊，搁外劳啊问题特别多啦，馆长。有当时哦，我认为要补给200,000-300,000、300,000-400,000的货，补给好啊，掺油拢补给好啊咧。一个外劳啊，安尼走去尔，开去，啊了几啊百万，袂当出去，减一个就袂当出去啊。你讲怎啊，劳工处长？
哦，啊，嘛是迄个哦，你应该这方面你也真了解吧？对无？回答无，你莫直直讲，我回答者，嘿啦。嘿啊。所以讲哦，你即马坐即位哦，你下摆哦，爱替咱遮个尊主啊，哦，走迄落来咧，因恁逐动不动都要发，动不动都要掠，掠到正经遮个渔民咯，哀苦连天啊。馆长，你看足可怜，我若无我是来正经哦，正巧着顶过人当时济个时阵有40,000个人，南丰澳啊入金数纪录，即马剩偌济？剩无10,000个，人口外流。无在了生存嘛，渔业歹嘛，啊，拢为补啊顶起来嘛，对无？所以讲未来哦，我甲咱两个、农业组长建议咧，这未来要安怎行哦？恁嘛是爱借这渔民哦，借咱这个渔业哦、产业这方面哦，来做一个未雨绸缪，做一个规划者。昨我去甲地方人士讲，是毋是讲爱来培养一挂船长？哦，也是讲真济方面啦，真咯，比如讲水产下角，我嘛要求讲，哦，来要加三啊科室，啊无哦，后摆哦，正经个啦，无船啊哪掠鱼啊，无人爱掠鱼啊，出去一工卖无3,000块，卖无5,000块，油钱扣扣一下，搁外头扣扣一下，哇，收手嘞。所以讲，处长，那个农业处长，郑经理有当时哦，啊，过来，咱渔业总干事，确实一个人才，哦，你爱甲伊多多学习，对啊，伫农业的所在，你爱定甲伊，爱定去伊遐泡茶，去遐了解一下，哦，因为伊的人脉真宽，哦，各种鱼类的船长伊拢真熟悉。有当时呾啊，叫一个总干事哦，甲迄个渔民叫我来，讲了解，甲伊讲开讲，是毋是安尼？啊，无正经个后摆观点，渔业哦，即摆变过观光尔啦，即摆拢纯观光尔。哦，啊，迄个那个收住啦，收住啦。县长，这个处长就要嘉奖，我有代志拜托伊。结果唔是单位的代志，哦，我家报咧，无要紧。你啥物代志你甲我讲，啊，我知影倒一处吼，我再甲你斗三工。哦，听着心情才爽的。反正，啊，听着心情，那团队拢这种的哦，正经的。你会使讲哦，这些拢免做工过，自然人都拢会甲你做好啊。我是讲人拢会甲你做好啊，唔是叫你免做啊。哦，啊，过来，处，做处，老。那个劳工处嘛，哦，啊，过来地震处，哦，地震处处长。现在那个从化区哦，阮所那个花友人那个从青兰段从化区啊，伊即卖咧做工程哦，我感觉拄头啊，足侪民众来甲我反映，你呐，内底讲安怎挖啥挖啥吼，啊，咱也莫讲甲鲜明啦吼，啊，但是即卖还搁咧建设啊。啊，内底拄着瓶颈足多，拄着问题足多。有啊，我嘛我卡哩当场里面百姓甲我反映，我随叫你落，你嘛我嘛甲你交大埔讲，你随叫迄个科长落来了解。哦，这处理了袂歹。哦，该当学老的馆长，这学老啦，啊袂使用点点啊讲伊落来了。第二个来，那个。警察局，姚局长，小丁，我先告诉你哦，人机嘛，进入人脸的编制哦，你，人以前咱一个分一个派出所哦，一个分局啊，内底分住所哦，警员拢足少的，啊，即嘛是安怎？说警员拢无够数嘞，不但无够，搁来变数，甲一挂迄个分驻所啊，从阮所啊，岭脚派出所、新城派出所嘛拢收起来，啊，遐人员拢走去来。即马我所了解，即南丰澳啦吼，啊，迄个马赛，顶届编制拢20哩，啊，即马是安尼剩10几个尔，啊，遐减起遐人搁走去来。
对不？啊，因你进入的时阵，我会再来热天啊啦，对不？啊，拢全少年囡啦，哎，反正即卖进展咯，拢全二十岁啊，岁数足大啊，谁人岁数越大？因为休息无够嘛，因休息没有休充分的休息嘛，所以讲出去执勤的时阵哦，比较有当时哦，迄个态度上哦，咱讲正经的啦，那岁数大有差啦，咱也袂使怪因。对，啊，是毋是讲会当讲每一所来加编一个无？啊，因阁有较好、较长的时间来休困，有法度无？啊，那一年编遐侪亿个人啊，对无？啊，所收起来无人数无增加，煞愈减，是毋是会当这个方面来研究一下？哦，啊，因讲有诶，你怎么我怎么讲者？一个。那个啥，咱那个建良啊，那个黄建良议员啊，你讲治安全帽，哦，那我是不管了。但是人迄有治安全帽，多那个你送那个啥，送也无送尔，就共开落去啊。对啊，这是毋是情理过？你甲欧巴桑讲嘛，你来欧巴桑讲嘛，啊，为着你的生命安全，你来靠一下就好啊嘛。对啊，无安尼嘛开落去，所以讲迄个表示啥，因休息无够。火气有当时较旺盛，我头拄仔讲这方面，你有法度通整理、整迄个编列加编一个，每一所加编一个啦。哦，演你看卖者。好，是。哦，是。哦，麻烦你。啊，卫生局啦。哦，这我嘛要给你拍手。哦，馆长，这哦会使讲。交代代志安尼，一直追踪，一直追踪，做到这个代志哦，圆满。哇，迄人个感觉偌爽个。你安尼哦，啊，阮对面个阁有交代，面个阁学落阮嘞，啊，阮当然爱甲你学落个啊，就这相对个啊。哦，啊，直接我感谢你啦吼、哦，谢谢。啊，那个黄彩文，哎、欸，啊，那个环保局长，环保局长。诶、欸，啊，拄好，我讲迄个问题是毋是讲毋知影尔咧？啊，你从迄三间迄落三年诶，那三间迄落水泥厂来得烧迄落氧化钙，迄个氟化钙啦吼、哦，污泥啦，啊，佫有啥物火灰哦？啊，伊数量你拢有法掌握，伊一年烧偌济？你拢有掌握无？啊，过来伊个残渣，摕去倒位啊？是毋是混水摸鱼啦？混落迄落混水泥内底？没有回答吧？你甲报告一下哦。请回答。好，部长还有各位议员，大家好哈。那其实我们辖内的这个水泥厂，确实它是有再利用资格的，是可以针对这个再利用的部分做相关的处理。那每相关的，它要做这个相关的处理之前，其实收受的部分都要跟我们做申报。那我们也会针对申报的部分去查核，是。好啦，我来讲啦，迄拢在因去报的啦，对无？实际上哦，因得爱回报的嘛。有这个部分，我们有查核机制是。啊，回报我这边，那做我这边，给你回报我这哦。我是讲注意一下，是哦，这方面哦，这要注意一下。有当时，咱的稽查队员是要创啥？你对无？你从讲龙德江啊，区安尼乌烟散布，对无？我做代表的时阵，我嘛若要甲因入去工厂，结果入去工厂的人已经机器拢关起来，对啊，所以讲哦，上严重就迄个阮马赛地区的空气污染。哦，啊，馆长，啊，今年要搁办，我可能无法度甲你斗迄落啊。哦，啊，咱讲个馆长啦，迄安尼为着阮迄个阮我妈祖坐安尼哦。袂赴安尼去争执俩，要工课上袂拄好安尼，伊嘛安尼随便落去调解。哦，这馆长哦，咱讲真个，耐劳、耐拖、耐用，一路安尼位安尼哦，位迄落乌石港安尼哦，三江安尼行落安尼，我看伊无休困哦，我拢唔敢走。馆长，
可是你袂歹，啊，但是吼，我希望你未来三年吼，啊，三年外吼，我继续对咱宜安县吼，啊来搁较努力拍拼，尤其是老岁仔即方面吼，社会福祉吼，啊，甲咱即少子化部分吼，多多用心啦吼，哦，以上吼。好，我们感谢。那个，林立刚同议员。好，我们请林立刚议员请发言。台湾主席，各议事人员，县长、副县长，甲所有的热心的局处长，本会当然大家好吼。非常感谢。先如阮拄啊李慕峰议员当然所讲的，咱真济一级的主管啊，确实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拍拼。对于人民所仰托的一挂服务案件，嘛拢适时来到支援、到处理啊。这点我首先甲咱县长、甲咱的服务团队来感谢哈。当然，在这么好的状况，嘛一挂需要佫改进、有加强空间的所在啊。所以我伫个遮就一挂遮个问题来甲咱各局处的处长吼，甲局长来做遮意见上的一个探讨吼。我首先要请来咱公理处吼，来请教。咱知影即几年因为新冠肺炎的代志啊，地处较坚固的观光业会使讲创较稀烂的啊。坚固的整个，不管是咱坚固台湾嘛好，也是讲宜兰嘛好，会使面临相当大的冲击。这两三年来，这业者嘛熬得很辛苦。所以即马已经新冠肺炎过转了哇，未来都如何振兴咱这个观光事业啊？有下日咱的迄个宜兰县的旅行商的同业工会啊，有甲小弟一直来在底下陈述啦吼，希望讲有创一个美好的平台吼，互因有这个机会，甲其他外县市来做相关的一个交流，希望讲都透过大家资源的分享。能够使咱的观光会当搁较密切，搁较侪人认识咱宜兰的观光资源，加观光的优点。所以，因是真正想准讲拜托咱观光这边会当做一下这个美好平台，让因有一机会来到外县市做交流，而且将咱的宜兰的好的一面来推展出去。甚至我嘛借这机会加。咱管府这边，不过我伫担任副管的时阵，曾经透过国台办的关系去大陆做过三届旅游推介会，曾经去北京、上海、杭州去三位吼重点的所在去做咱宜兰观光的行销，结果会使讲非常好。当年国台办那边，我甲要求讲，你来台湾。一周八天七夜，至少也一天藏在宜兰，吼、咱宜兰敢住一晚，你几啊多夜我无管，希望在行程中间会当藏一天到宜兰来休困，结果人伊拢照片照行，甚至我嘛到因当年的中央电视台去做全国性的一个专访，吼、这是当初为着咱。宜兰县的观光事业，小弟会使讲身先士卒，带队去大陆拍拼。当然，目前现阶段咱政府因为种种的原因，一直禁止入客来台。不过今仔我看媒体啦，底是有咧讲，就讲可能在近期中都有法度来做解禁。对于大陆的游客来台湾嘛好，咱的游客去大陆观光旅游嘛好。这双方，我相信拢带下来真大商机，所以如何做，赶紧做这个准备，迎接未来观光的热潮，希望讲咱工商旅游处这边来做一下说明，甲答复者。来，请李东儒处长回答。主席跟林议员报告，谢谢林议员，针对县内观光，尤其是疫后观光的支持了。刚刚议员提到的我们旅行商业同盟工会的媒合会的部分哦，因为因即摆要个立即相关的计划，即、这个咱嘛等滴个约时间咯，伊来伊甲一个听到。你口罩摕落，讲话较袂红声声。
好，伊即摆等于伊相关的媒合会计划啦吼，啊，伊若去到一个程度吼，咱会改面对面来确认相关的内容，啊，若需要管护这边来协助的，阮会尽力来协助，这第一部分。啊，至于以后观光像他议员讲到吼，其实咱即摆嘛甲管内相关的工会甲协会当伫拍拼，然后包括其实咱各单位嘛拢真拍拼，包括农业处嘛拄颁刷咱的绿博嘛吼，啊，童玩节嘛特别上场啊，啊，这个重大活动包括阮公里厝办活动，咱会继续伫县长的督促之下，咱会继续来办啊。啊，另外就是不管是国内旅展还是国际，像议员讲到的国际的推介会，咱今年嘛拢会办。咱今年国内咱会参加三场的国际旅展，啊，另外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跟韩国吼，咱有的去参加推介会，有的去参加因的国际旅展。啊，当然这些拢是咱甲县内工会甲协会同齐拍拼，啊，未来嘛请议员甲咱同齐来针对咱以后的观光吼，同齐来努力。感谢议员。好，啊，非常感谢，希望都正加用心一挂，予咱的这个旅游观光的赶紧早日起死回生哈。再就是讲啊，七座公园刚刚咧讲专题报告啦哈，我是啊有迄间我时间上袂好无啦。啊，清水公园温泉的迄、那个审查进度现在是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江苏队你搁说明一下，好不好？啊，请李东儒处长请回答。谢谢主席啊、哦。跟林议员报告，咱即马就是咱迄个温泉区东东山和清水公园温泉区的温泉管理计划，咱即马伫去年的五月吼，咱已经送到交通部观光局的审查，伊嘛伫十一月，伊嘛有审查，啊又提供咱一寡意见啦吼，啊这意见其实咱公旅处甲府内相关单位有讨论，咱嘛甲相关意见拢记好啊，啊即马就是伫县内，因为包括议员、地方的发展协会，哦啊包括立委嘛拢真关心啦吼，所以伫三月初九甲十五月十二，咱有召开协调会，就是交通部的观光局甲经济部的水利署同齐来确定咱回应的内容，即摆是毋是 OK？ 啊，基本上大部分的内容已经拢无问题啊。即摆就是要确定三件代志，就是吼，咱的温泉区周边的地层的相关的资料搁确认，啊，另外就是出水量咱嘛搁确认，啊，过来就是咱安那未来安那监测迄个周边的用水甲。甲地层这个部分的监测的说明，咱阁加强说明。这三件，咱会尽速吼，甲修正的好事，尽速甲送去交通部观光局来审议。咱嘛希望交通部观光局尽快来核定。啊，后壁咱嘛有285万吼，咱嘛针对清水公园内底温泉、油气的相关设施，其实咱嘛第一期的部分，咱嘛已经做甲细部设计啊。所以伊若核定，咱就同阿国甲刷落甲交通部观光局来争取后壁。温泉、油气相关设施的经费哦，安尼就会当甲规个计划当完整，啊，甲相关设施设好。未来除了有热天的童玩节，咱寒天嘛有相关的温泉啊相关设施，对规个五甲甲规个宜兰县相关的油气的观光发展哦，会各有发展。感谢议员的支持。因为咱所了解，这温泉对于清水公园会当。再创高峰是一个真正攸关重大的一个关键哈、哦，所以你讲去年五月已经报交通部观光局相关的审核，现在转眼一年已经到了哈、哦，啊，你预计差不多这外久我都做完行程，正式核定动工，你以你的个人的经验看法？先回答。主席甲林议员报告哈，即马目前当然咱想要紧的就是哈，尽快来。督促也是来拜托咱交通部观光局会当尽快来核定咱的温泉区管理计划啊。其实，照咱目前准备的程度，其实伫管护这部分哦，不管是温泉区的管理计划，也是咱目前伫设计的温泉油气的相关设施，其实县政府这边拢准备好啊。即摆咱就是爱拜托咱观光局尽快甲咱核定，伊愈紧核定，其实咱未来的时程其实会愈紧来完成了。感谢议员。当然，这主动权不在我们了，但是我相信咱爱该催促哈，因为那些中央可能因事务比较多一点，在整个审查的部分，我们能够多加催促、多加关心哈。好，谢谢你。过来就是有关于咱交通处哈，交通处我想请教一下，有关于咱那个
路口的可能红绿灯，就是画在这个号志灯，有几种是有描述的一个啊计算，有几种是无描述的计算。我把曾经听到相关啊交通单位这边甲我讲说，因有一个经验讲，有描述的结果发生车祸率不减反增，啊，无描述的部分确实比较能够降低这个交通事故。我有时讲起来有点矛盾啊，因为有描述比较，我们会有一个驾驶人会有一个主动，哎，看几秒钟可以过不可以过还是啊？但是伊阿公结果好像相反，这个部分我们交通处这边有没有相关的数据？请处长你说明一下。谢谢大会主席啊，那跟林院说明啊。这个部分我是 有看过相关的资料哈，那可能 还要去把这个更多的研究资料做一些了解哈。那不过它的有一种因为交通的行为哈，某种程度是社会学啦哈，就是说当它有秒数的倒数的时候哈，那一部分的驾驶人就希望说能够在那个即将要转变成黄灯或者红灯前赶快通过了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就会比较不注意这个车前状况或是左右来车了哈，是有这样一个说法的，所以或许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些驾驶的行为所以会有一些看法是说反而有这个技术的这样子的这个号志呢似乎是并没有比较安全，不过我相信这个都要更多的研究资料来做证明哈。以上说明。对这个部分，我个人是倾向说，应当有秒数的计算，对于驾驶人的判断提供一个比较有科学数据的一种依据哈。可能到时候他当时当下的判断会比较正确一点，但是就如同刚刚我讲的有些交通的那个单位，他们反映说适得其反，这个部分希望交通处这边了解一下我们尽量朝有利于公共安全、交通安全的部分来做相关设施的施设，好不好？好，这一点。另外，有关于那个免费公车，是不是我们这边主管的？县内的这些免费公车一般都是各乡镇市公所来做营运。那交通部的公路总局会有一些补助型计划，那大概县政府都会协助各公所来争取相关的计划。以上说明。因为我每次有那个免费巴士经过的时候，我都特地看一下，十车九空啦，几乎没有载人，好像司机闲闲没事干，开着免费巴士在逛街一样，几乎没有什么达到什么效果。这一点希望我们交通社能够深入了解一下。这不仅是浪费我们的交通资源，而且对空气污染也不是好事。因为多一部车在道路上跑，就增加一份的环境污染。所以我感觉这成效相当的不理想。我们有必要去深入了解一下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或者是要做怎么的调整。因为我真的几乎很少看到有人搭那是干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这点希望说让交通处这边能够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然后做个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OK 吧？好，这样请坐。再来请问一下那个文化局，今年的那个童安节，我们应当会扩大举办吧？主席，议员，议员您说的是童安节破？今年会继续举办吧？扩大举办？扩大举办？我们今年已经在，就是已经差不多在进行中了。对，扩大，您的扩大的意思是说，比起去年的规模吗？对，因为这两三年，那个去年是有比较放松的，有点比较步入正轨。那现在说，今年应当是可以说完全正常了嘛？是不是我们有更多更精彩的项目以及节目来吸引来自各地的观光客？好，报告议员，是我们今年就是在这个去年框下的这个预算之下，然后求至少有这个一到两个大的亮点这样子。
希望能够尽量来努力，因为就如同我先前讲的，疫情之后啊，整个观光旅游业凄惨无比啊，希望能够今年把它补过来，是以补这两三年的严重亏损啊，希望我们文化局这边多费一点心，多一点 idea 出来，给我们的游客能够有更新鲜感，增加我们的游客量。好，谢谢你，谢谢啊，请坐。谢谢。啊，再接下来就有关于卫生局部分哈，长照的问题现在非常的严重哈。据我亲朋好友或者是一般选民服务啊，很多都说他的尊亲因为某种原因要住进长照所，但是很多的安养机构啊都没有办法来容纳，要等多久都等着，这事情一直都相当的困扰。而且另外医院的部分也是一样，最近好像博爱医院也是人满为患，每次到了急诊室之后说没有病房可以住，这个部分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请我们卫生局长你说明一下？谢谢。来，江委导。敬爱的议员，其实上就长照的来说的话，长照我们目前住宿型的机构总共可以提供3400多张床位。目前占靠近点，靠近点。OK， 就是我们目前长照机构总共有3400多床，那目前的使用率大概是80%，就是2800多张床，也就是还有600多张床是还可以进驻。还有剩余吗？还有，只是目前最大问题是，人家找我都说这要等多久，等多久？因为他们是希望住到一些就说风评很好的、品质非常好的机构，那可能就要排队。就是说品质比较优良的。对，就是供应量比较少，风评非常好，需求量比较大。对，他当然大家都希望说让长者做到最好的环境嘛。那也跟议员报告一下，就是我们这3400张床，在未来几年还会再有几百张床新的机构加入，所以床数不是问题，重点是说怎么样让现存的机构品质呢持续提高，能够让每个人都说哦，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相信的机构。我想这是我们还要在努力的地方。那我们相信这个经过这一两年，我们会努力让大部分的机构能够提升到相当的水准。让民众就说有更多的选择，这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方向。总床位并不是不够，而是大家认为是说信誉好的那个优质的哦，那大家可能觉得还是不太够。那我们现在在努力这一块。据说在医院的床位这一块，的确前两天也有专题报告，就不光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连博爱医院、圣母院最近都床位会比较挤。那原因就是上次跟大家也报告过，就是第一个，因为现在新冠肺炎还是有疫情，还是有，一旦呢。那急重症的，那前两天那个疾病管制中心也说，最近好像又有些确诊个案在增加，所以如果住到医院，这些数量还是要用一些专责病房来照顾。第二点呢，就是有些病人，例如说他来开别的刀，结果一住进去，快筛是阳性，虽然不一定要通报，但是呢，这个还是要隔离，适当的隔离，所以会占掉一些单人房，甚至一些双人房，甚至四人房，所以使得床位数比较挤。第三点呢？前几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大家不太敢到医院来做筛检。像我们之前的我们的四癌筛检，每一年大概是9万到10万左右，更在疫情之前大概10万到11万。那这几年疫情大概是8万到9万，有相当多人不敢到医院做筛检。那现在疫情趋缓，大家也是蛮注意自己的健康，就会到医院来做筛检。所以像我们今年1到3月才1/4，这个年才过1/4，就已经有3万多人去接受筛检。那今年的筛检量一定会超过以往，可是你筛检，因为都是筛检高风险群，一定会有人是有一些需要继续治疗的地方，所以这个量呢又跑出来了，这需求量跑出来，所以最近几个医院的确是有筛床的现象。那我们的做法就是，一方面不光是阳明交大，也包括博爱、圣母，都要他们每天就控管床位，确保那些可以确定可以出院的人，怎么样缩短他的住院流程、出院流程。赶快哦，确定可以出院，赶快可以就安心的出院，把床空出来，让这些急诊室带床的，是门诊需要床的人可以住进去。第二点，我们也动了，台北荣民总院圆山分院跟苏澳分院，用他们的床位做一个后备的床位，让这些在区域医院比较稳定的病人，他还需要治疗，例如他是个感染，需要打14天的抗生素，已经打了7天，病情稳定，但还是要打，就把他用急性后期照护的方式转送到这些。地区医院来做继续的疗养，那这些床位可以空出来。我目前还在努力在做这一块。
哦，是希望能够尽量做到床位的分流啦。是啊，因为都集中在比较明星的医院，可能这样会拥塞不堪。那要说做好婚礼的话，可能会减轻这个问题吧。我们现在努力就是对，包括另外就是有关于长照的部分，这样你只要讲就是不是床位不够，是因为品质好的需求量比较大。应该因为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准比较低，大家说句啊，希望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照顾以及比较清幽的环境。但是这个供应量就比较不足，所以这个就有必要请我们卫生单位尽量来做辅导提升，希望能够增加这个供应量，这样子才不会说每次碰到这个问题，一些晚辈啊，真的是为了长辈这个事情呢伤透脑筋。找我有时候我也是无能为力哈，所以点希望能够尽量将这些床位能够来提升它的品质，以增加高品质的供应量。这一点是不是麻烦局长你多费心一点？谢谢议员指教，我们现在在努力做，在做这一块。好，这样请坐。再来有关于社会处的部分哈，长青食堂现在是不是每个村里都有在办？感谢大会主席哈，感谢林议员的这个关心哦，确实我们现在长青食堂的部分，因为疫情也解封了，那后续已经陆陆续续都前面在办了。哦，这样子啊。那有些比如说我们五节的那个澄清村，那现在是他的委托团扇在办，也是一种长青食堂在办的吗？对，一样。那个我们是自办或是说跟合作办理的部分都完全都一样，已经都开始在办了。这个也是其中的，也是长青食堂的一种。哦，这样子就是说他们有在办，但形式上我们不拘，对，任由各村里自行择善办理。对，可不可以这样讲？对，哦，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说，基于监督的角色，我们每人补助他多少，他地方能够因地制宜啊，怎么做处理，我们都尊重。是，只要他做得好就可以了。对，哦，了解哈。另外，有关于少子化的部分哈，管定这些可能他整个结构性的问题啦，可能要透过咱管路这边来给上个监督做些建议。少子化，你讲吼？3万5万补贴他什么生理补助啊？我就咪讲，迄根本都无济于事啦。要生一个囡仔，绝对袂为着3万5万来加生，啊来减生。因为那是整个我们少子化，就是说牵涉到整个国家政策啊。比如说，即嘛某人咧讲，0岁到6岁由国家来养。依照目前咱社会整个状况，年轻人结婚的意愿逐年在降低，生育的意愿更是逐年降低，所以因那是结构性的问题。你讲脚痛一脚，头痛一人讲头痛你这样的无济于事啊！给予伊3万5万，我相信对他的诱惑绝对不够，所以是不是用从政策上面政策面来做解决？那无，真叫咱的少子化会越来越严重。我前几天去学校，一个年级10个人，10个学生，哇，真的非常严重哈。所以这个部分，希望讲咱透过政策性的一个建议，来给行政院这边反映，我们要整个制度面上、政策面上来做检讨。那无，那脚痛一脚、头痛一脚，这种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要领。希望讲整个国家的政策做调整，要呢怎么做能够又使我们年轻的一辈敢结婚、想结婚、能够生小孩？因为现在讲起来，我常常跟朋友在开讲在讲，要给人嫁，要给人娶，子女要嫁要娶，我们都很高兴；要给人生，更加欢喜。所以这就是说，现在真的是未婚的相当的多。我这年纪的真济无做工无做嘛，头壳毛烧足多，啊，这难怪，因为现在真的养儿育女啊，相当的不简单啊，所以你讲这急不性的来改做补贴，绝对无法度增加因的结婚的意愿。从政策面来做检讨，应当是比较有那个效果，所以这点希望管定哈。也当从咱以
管这个团队这样优秀的团队来做相关的一个想法，怎么做来提供给中央做参考。我相信这才是要解决少子化一个问题。好、哦，这点啊，给你建议就好了哈。过来就讲咱消防局啊，消防局局长最近真的是困扰多多了哈。我嘛感觉有时候公务人难为了，要兼顾华，要兼顾情理，但是总是公务人员一定要依法行政啊。你讲我想能够法外施人，也嘛要有这法做基础啦。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坚持法的立场来做事情，这是无可奈何。因为我公务出身呢，我能够相当体谅公务人的难为。不过赶快，那么尽人事啦，尽量将这代志来甲做完满的处理协助。啊，所以讲他个人要做怎么样的法律上的争取权益，我们也尊重他，对不对？先由司法途径来做救济也好的，我们都尊重，因为毕竟当事人他为了他自己的权益，我们没有意见。但是咱的立场，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依法秉持一种同理心的心理来改道沙冈，来改道表招，不管是多几方，是女方、男方，我们都能够尽力给他协助。希望这个事情在我们妥善的善后之后，整个画下圆满的句点。希望啊，咱局长这边哈，赶紧暂时的委屈忍耐一下，总结代志该处理有完善，这是咱的目标，嘛是咱的期待。好、啊，希望底下啊来给你做一下鼓励哈。再来有关于高铁的增区段征收，最近我有看报载哈，不是真的假的不晓得，所以我想呢、请教一下，看是地政处还是建设处啊？高铁站的那个扩大征收是不是有这回事情？这个是建设处还是地政处在主办的？啊，建设处哈、啊。主席。谢谢议座对于这个高铁的部分啊的关心哦。好，那这个部分目前铁道局啊，中央交通部铁道局目前也正在规划我们这个高铁在宜兰站啊旁边的这个高铁特定区的一个范围的一个确认。好，那我们也在今年的三月哦、啊，那我们有收到这个啊壮委的促进会有这个跟我们县府建议说，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扩大的这个部分啊？那我们也马上立刻就已经把这个函啊转请交通部的这个部分来尽速来协助办理，而且在四月的时候，我们也跟铁道部哦、有针对这个议题也有这个充分的交换意见哦、所以目前铁道部也针对综合规划的部分，还有这个环评的部分，也在做可能区域上面的一些调整，或甚至是否有扩大的一个状况啊。那之前县长也有交代，就是宜兰县民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那我们跟交通处这边也会互相的合作，还有地政处互相的合作，好、啊、看是不是可以尽量的来协助我们这个县民啊，可以让大家的权益能够获得保障。以上。关于这个高铁站的扩大与否，以你专业的立场，这个利弊都是你出钱的想法，是不是给你说明一下？来，请回答。跟议座报告，他这个场站的区域哦，还有就是机工电厂的一个这个设置哦，它是有这个类似，如果说后续是以区段征收来做这个处置的话，它应该会有一个就是面积上面的一个或者说财务报告上面的一些分析尤其是它公益性跟必要性都会牵涉到这个面积的大小。那我们当然县府的立场一定是希望说，在财务能够平衡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获利的情况下，我们尽量来调整这个相关的区域，而且我们也会做好跟中央横向联系的部分。好，那我们持续的召开工作会议，把宜兰县民的心声向中央来做反映。以上。我是秉持这个原则来做相关的决策的一个参考。那 OK， 好，请坐。最后我要想请教一下我们警察局长哈，我所了解哈，毒品的泛滥非常的严重，
啊，毒品对整个家庭社会啊，说实在影响非常的大。对于在毒贩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进出监狱哈、啊，以及在场所，我感觉嘛是非常的困扰。啊，所以乐界的部分呢，我们是不是有确实在做？啊，是不是有成效？这不是。乐界是卫生局的前者还是啊？卫生局的前者哈、啊啊，我也是这样请教你一下哈。啊，毒品的迄、那个，算讲毒品的迄个取缔查，这是咱警察局嘛哈。来、啊，这警察局这个部分呢、啊，对毒品的部分，我常常在讲讲哦，这样东西要对源头啊，把它歼灭掉哈。啊用东西想盖好，是不是从毒品的源头去给它切除掉哈？安尼对，那无毒品，我相信伊袂上。啊，那对毒品的源头该解决啊，咱警察局这边有啥物做法甲看法无？来，请局长回答。好，谢谢，大会主席，还有谢谢我们林议员哈。我这边统计资料哈，确实哈，我们。毒品部分哈，毒品部分，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就抓了229件了哦，这个比较去年同期195件增加了34件了哦，可能因为疫情降低哈，然后今年这个比较缓和，然后新兴毒品各种的，什么卡西甲基酮，还有毒咖啡包哦，彩虹的比较泛滥，也有吸引比较多年轻人来吸食，所以我们。这个今年的一到四月，较去年的一到四月，是增加了34件查获了哈。那我们也因为我们积极查缉，所以这个量有增加。可是整个就宜兰整个全班的刑事案件哈，我们像今年一到四月是发生2238件，较去年同期一到四月2263件。全部的刑案发生数是降低25件哦，但是毒品，因为我们当然查缉比较严厉，所以他查获的件数这一个项目哈、哦、是有增加的。那我们会从源头工厂哦来加强查缉，断绝毒品它的制造，甚至于分包装哦，或者新型毒品的贩售哦来断绝。那当然，这个一旦这个被关进去出来以后，我们都有定期的调验。他如果这个检验尿液哈都有这个阳性反应哈，我们会持续把它移送，地检署来做好这种毒品人口的调验跟检验管制工作哦，都有列册的哦，来防止这种案件继续的危害哦民众百姓的健康。以上。哦，我记得前一阵子新北市发生了枪击案。那何市长他就说源头打击很重要，哦，我嘛认同。所以对毒品的源头能打击的话，对整个毒品的危害可能会减轻一些。所以也是希望我们啊，局长这边从这方面来努力，希望遏制源头和这类毒品的危害能够尽量减低。好，谢谢你。再来有关于乐界的部分，我也请教局长哈，那个。现在我们有乐界机构在宜兰吗？我想来，前局长，我们倒是没有特别的乐界机构。那主要是我们是分我们的毒品分四级，一二三四级，一级像是吗啡啦，二级有没有？我们宜兰有没有几家？没有，没有，没有啊，都要送外县市吗？啊，送外县市乐界吗？其实我们是这样子做的，一级的毒品我们是用替代治疗，我们有5家医院可以做替代治疗，就美沙东治疗，它用。服用美沙东来代替这些成瘾，让他可以重新回到社会上。二级毒品像嘛，那个安非他明这些的，我们是利用医院来做门诊的心理以及药物治疗，以及一些辅导治疗。三四级呢，除了罚款以外，也是用门诊追踪及这个追踪辅导，用辅导课程的方式来治疗。所以并不是真的还有很严重需要我们再进到医院去兼职去做乐戒。乐戒效果你认为怎么样？毒品基本上是一种慢性病，我们认为现在的观念是认为毒品是一种慢性病，短期乐戒只能暂时性的治标，长远的来说还是需要各种的资源，包括我们长期的包括替代性疗法或者心理治疗，以及在工作上面怎么样让他有工作能够有专业目标。我们认为毒品的人常常是因为外界的刺激压力
造成他的找到这些毒品来做宣泄。所以我们的治疗方式的话，大概就是让他生活有目标，然后帮他解除掉一些在因为要吸食毒品造成上瘾这种状况，而这些东西用替代疗法或者是说戒瘾治疗、闷的治疗是可以有效的控制。我是听说毒瘾五六年之后还很难戒掉，这个局长你是专家，你了解吗？基本上来说，我们最大挑战是毒瘾的人有的时候不愿意回来追踪，那这个时候就要靠跟警察局合作。我们整个毒品的作为是这样，我们第一级防治是从青少年开始做预防，我们跟教育署合作，包括现在很多新兴毒品，我们知道校园去做宣导防治，同时对一些高风险群做验尿。那我们今年也把戒毒跟戒烟合在一起，因为很多人抽烟了以后有那个就比较容易造成这些后遗症。第二个重点就是和警察局合作，在源头打击，包括了这些毒品毒药的生产地方抓毒贩这些，而警察局也做得很积极，所以今年的话个案数有在抓到的个案数有增加。第三级呢，我们是跟社会处跟劳工处合作，就说这些戒瘾或者是坐牢出来的或者是戒瘾稳定的时候，就要让他回到工作场所，让他生活有目标，生活有目标。同时我们结合家庭的话，通常有些人会单靠医院可能是个案，但如果整个家庭来协助的话，就多点帮忙。所以家庭的协助包括劳工处、社会处这种在努力的方向。第四点才是医疗方面，包括乐治，包括了替代疗法，是整体来做。当然是有一些因为整体的压力不是很容易遵守这些秩序，那么持续在做，能减少一个算一个。我是觉得这样子的，预防胜于治疗，希望能够加强校园对于毒品上反毒的宣导，能够加强。因为我所了解听说是从国中就开始下手了，那一碰上了国中生他懵懵懂懂，他也不太了解，所以有关于这个反毒的宣导，希望能够落实从校园开始。因为国高中生他们对整个状况都不是很清楚，很容易是误入歧途，一陷进去真的要回头，人家说的要回头已经百年身了，所以一辈子大概毁掉了。所以这一点，那么以做善事的心情来替下一代健康把关，这一点希望我们教育处也好，或者是我们卫生局跟警察局多加协助宣导，使这个毒品能够降低危害社会的这个可能性。好，请坐。好，谢谢。我今天呢，是的，我们就请那个我们黄建荣议员。好，那个主席大家报告了，黄建荣议员，咱休息十分钟好不好？我讲一困啊，就通啊遐困啦。无啦，人到立场啦，你嘛还去化妆室者，好不好？好。好，我们休息十分钟了。
啊，同仁请就坐。来，我们现在请县长、各位局处长、副县长来列席报告台。好，请就坐。我们继续来开会哦。啊，县长、市政总执行，我们现在请32号议员，请黄建勇大议员，请发言。好，那大副议长。大副议长，对哦，感谢。好，县长、副县长哦，各局处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哦。那个县长，那个我在这个专案报告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了哈、哦。我总有一挂高压电塔，非常的多啦。迄天我有秀出我那个影片，好、哦，和馆长当你毛看哈。那最近几天哦，因为我昨日专案报告之后，我昨天还有接到电话，说我们那个高压电塔真的是对整个景观、对整个自然生态、对整个野生动物的这个妨害非常的大，还有对我们地方整个那个地方的一些老百姓对那个高压电线整排这样子哦。感觉到非常的恐惧啦，那恐惧已经造成10年的恐惧哈，所以希望馆长，你是不是有法度折成一个专门的一个窗口啊，能够督促、啊、台电啊，能够尽速的把我们那些电塔地下化，馆长好不？好，馆长你回答。中央的关照啦，要请林委来协调啦。好。那，我们感谢哈黄建勇议员，啊，城市的进步繁荣哈，电缆地下化是未来的趋势，啊，所以咱希望呢，一旦来电缆地下化哈，啊，我来拍表，我们会跟哈中央还有台电哦来协调沟通，啊，但是电缆地下化，就是讲，咱嘛希望一旦大家拢一旦来安全啊，风台。地当然是嘛，未去影响到哈，所以这个感谢议员的宝贵意见，我们来努力，哈、哦，跟台电，哈、哦，来沟通协调，跟中央，哈、哦，一起。好，好，啊、感谢县长哈，那、哦啊、这也当列入列入记录哦。好，列入记录了，请县政府严厉哈，跟台电相关单位哦来接洽。好，感谢县长哈、哦，那个过来哈、哦，那个最近啊。交通处最近我们那个793那搭几条客运线啊，我们市区客运要停驶啊，好不好？中午有几条客运线要停驶，要停驶的话，我当然对于停驶我是没有意见，因为怎么讲起来，都啊林立刚议座讲的，其实很多客运啊，现在我们市区客运在跑啊，人家载客率太少，载客率太少。好，那我请问一下处长啊。事实上，我们县府的补助款啦、啊，中央款还有我们县府的补助款，拢总一年啊，哦，咱甲老百姓知影者，一年对于这些客运业，我们投注多少？设计客运部分。来，请那个交通处长。补助款拢总偌济可以啦？谢谢大家主席啊、跟议员说明哈。大概每一年会因为营运状况会有一些落差哈，不过大概会是落在1亿元上下。几亿嘛哈，差不多几亿嘛。就是营运补贴啦，就是说营运补贴差不多1亿嘛哈。是那1亿，那一用东西按来讲了，我们补贴它1亿，啊，事实上它本身的存活率多少？所以讲你几亿补助伊嘛，那几亿第一的收入来讲。占百分之偌济？
跟议员说明哈，那我们的补贴是这样算的哈，就是他的有一个公告的这个叫做每公里的成本哈。举例来讲，就是现在县内的每公里成本是38块多了哈。那就是去计算他的班次跟公里成本，那他的收入的部分会扣掉，那其他的差额就用补贴的方式来处理。对吧？那相对的比例差不多多少？那这个比例我现在手上没有资料哈，是不是容许会后整理一下再跟议员说明？好好好，你坐下哈，好，拜托一下哈，要整理一下给我一下知道哈。要个环保局，环保局，那个是环保局还是农业处的？我们壮伟现在有一个合法的果的繁殖场啊，在桂林呀，你知不？桂林那边有一个果的繁殖场。啊，最近很多民众，因为前两三年前了，我们有去会看一次过了哈，会看鬼，叫他改善。那好像他最近好像。因为可能一个孤年鬼啊，一个经过几年以后，可能他对于邻居的反应好像又有一点，已经一个涣散，一个散漫起啊哈。所以有个住民他会有个反应啊。那事实上，他在住宅区哦，当然遐一个很密集的住宅里面来养殖一个弄一个果的繁殖场。那这个是不是我都安那处理了？处长你讲快好不好？来，请新代处长回答。好，谢谢大会主席啊，我们副议长哈。那有关黄议员所说的这部分哈，那我们近期会再派员过去哈，了解实际的情形。这个关心了解解了，看一档哈。如果可以的话，他当然是合法的申请啦，但是伊伫迄个所在，我认为很不适当，因为遐人住足侪啦。是。啊，饲几只？我前两年前遐看，迄种饲差不多有七八十只有啦。好，七八十只，我有七八十只有啦。哦，当然，它这个小型，伊拢饲个小型果啦。细只狗迄种，但是是毋是伫环境卫生方面啦、啊？怎么样督促它，叫它能够保持干净，不要干扰到附近的民居啦，因为伊迄可能迄家个排水嘛，无真好势，你知影？是。迄排水拢是旧的水沟哦，没有大的排水沟，看是要哪做一个较好的处理，好，好不？好，拜托。这个我们再来加强。处理哈。啊，过来，我们壮伟啊，壮伟迄个废水处理厂啊，水资源处嘛，哈。那个地方，我还记得我拄做议员的第一年，差不多十年前啊。他差不多八年前啊，有一个回馈金呐、啊，啊，即摆回馈金有没有增加？你给他报告一下好不好？来，请那个业主处长来，请回答。谢谢主席哈、哦，那感谢黄议员的指教哈、哦，回馈金目前还是没有增加，他的基数没有那个水量，基数达到水量啊，最有他的那个水量有没有增加？他水量就是当时设计。就是3万吨啊，三万吨。它总出水量有增加无？无啊，就是3万吨啊。差不多甲八年前差不多啊。嘿，设计你的处理厂设计的容量就是每天处理3万吨，所以咱是叫这个水量处理水量来算回馈金。八年前甲今无，八年前甲这样子应该无增加吗？即马无啦，即马是新的，我讲新的厂是要扩大15000 CMD 啦。啊，未来会增加15000吨一天。反正就回馈金到现在的量还没有增加，就对了。是是是，嘿嘿。好了，你坐下哈，我知道哈。那个环保局哈，环保局那个环保局局长哈，你是新来的局长，我先搞你哈。当然，我们壮伟有一个很大的养猪场啊。当然，有人在讲脚太公关，这些民意代表都受到他们的什么好处了？哦，但是会使讲迄拢玩弄的啦，绝对没有吼、哦。但是阮厝边啊遐伫遐过的人吼、哦，有一个很大的存疑啦。哦，我嘛感觉伊讲嘛是合理的啦，有一个存疑。伊本身已经有臭味啊啦，但是他将整个猪场的旁边呐、啊，都加上古龙水在喷啦、啊。古龙水你知道嗎？啊，到底安尼是好还是歹啊？
古龙水本身我们闻起来，当然感觉到有的人感觉到是胖胖安尼啦，但事实上已经底下已经一个臭味啊。啊，当然伊佫用古龙水佫一个臭味落，哦，当然伊算胖味啊，臭味拢无，反正就是一个很重的味道。到底安尼是叠床架屋的一个更妨害我们空气的品质，还是讲安尼已经改善空气品质咧？你的看法咧？来，请局长回答。许局长。主席还有各位议员好哈。那针对黄议员这个部分哈，其实哈，我们针对味道的部分哈，其实是有标准的，不管是香味、臭味，或者是这个民众，只要是民众觉得这个异味哦影响到他的生活，其实这个我们环保的部分其实是有相关的标准。所以刚刚议员提到哈，是不是喷了香水之后，其实如果喷了香水之后，反而它的味道反而超过它的管制标准，那这个部分也是会民众也是会抱怨。那我们这边如果查的部分有超过标准，也是可以来做开罚的动作。是用东西古龙水，并不一定讲啊，我加古龙水了啊，偏啊胖胖，那就变成讲啊，你已经得到了空污的标准，不是这样的标准嘛？哈，是，安尼不是一个标准了。是。好，那我看。这样子的话，相信啦、啊，养猪场啊，有看到咱讲这个过程啦、啊，他应该要做一个警惕啦，袂使讲我著草草皮出面头尾翻凉了，我著古龙水甲牵牵的甲喷落，我变胖胖，应该这不是，应该这不是环保的一个概念哈。是，好，你请坐下哈。好，谢议员。再来那个。警察局局长哈，我请教，因为咱即马很普遍一个行人地狱，哦，所以讲咱行路的人即马变讲用东西，它属于行人应该属于啊，是啊，在道路上行走上弱的一个单位啦吼，上弱的一个单位。啊，即马因为前几个月前。台南迄件事件嘛，台南迄件事件，迄个抱三岁囡仔的老母啊，去用告死了吼，就整个社会对行人地狱这个名词啊，吼，好像就一直要改变这个名词。啊，伫咱宜兰县，你看我们现在整个要改善啦、啊，行的安全啦、啊，吼，行人的安全，你看咱已经有改善了无？啊，过来哈，过来，你当一回答都有没有改善？啊，最近这几个月，哦，近两三个月来，像这种案子，我们有没有开罚过？因为没有礼让行人的车辆的一个违规，哇，咱有开罚过这种记录啊？来，请局长做一个报告，好不？好，谢谢大会主席，还有黄议员哦，这个。路口不停让行人哦，那这个罚款提高以后，从3月31号我们就有强力来执行跟取缔哦。那它大概有两种哦，一个是有人行穿越道的，一个是没有，分别是道交条例44条跟48条哦。那今年的1到4月我们也强力取缔哦，到目前为止4月底500件，已经取缔500件哦。哎，迄一件，迄拢3600。3600，三千六，哎，我都买是千二啦，我都买千二，哎，汽车3600，哎，拖拉机嘞，对，不礼让行人，拖拉机，你要等我，你怎啊有行人先行？大型车过3公尺安尼，大型车有没有比较重呢？我刚刚3600，汽车以上拢3600，就属于汽车吧？对对，汽车3600，机车1200，机车1200，对对对，好，那我请教你哦，啊，我顶刚迄个业务报告甲你问讲。独驾跟酒驾啊，独驾它到底恁有开啊无？独驾一定有开，哎、欸，伊除了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一送一完吼，啊，迄个，开几件？你敢加讲？你会加讲？你也无加讲啊？开几件？我印象中，敢那一年才4件尔。我会后会再搁甲数据吼，迄落旧年4件尔，印象中啦。哎，迄无济，真的很少。上一个工作报告有，应该里面含有4件的独驾。对，整个那一种的，对。
不啦，你确实才讲一下。好好，会我会把正确的数据提供。事实上，会有人跟我讲一下。是。不啦，啊，时间哦，黄长，时间我剩的时间哦，啊，副局长就一直讲，你就爱时间送给黄长啦。啊，你看安尼，你爱甲副局长讲一下安怎讲？哦，安尼甲副局长感谢，还是爱感谢我？拢爱感谢，还是真好的感谢。还是一个真好的感谢啦，谢谢你哈。拢爱感谢，多谢。啊，好，我讲到这，剩咧上馆长哈。好，感谢我们三十二号黄建勇议员的执行哈。我普通人就交三百块，你哪来？我们继续县长施政总执行。啊，轮到我们三十三号，我们黄定和议员来请发言。啊，谢谢会长啊，啊，县长，还有副县长啊，还有各局处处长啊，啊，议员同仁啊，还有后面的联络人啊，啊，大家午安，大家好了哈。财政税务局哈，在执行的时候有说到，公库是台湾银行，那至于定存的部分，有一部分是存放在地方金融机构，啊，目前存放1亿3000万，有的存较长，有的存较短。为今年的七月开始，到明年将会陆续的到期，对不对？好，哦，有了哈，哦。好，那宜兰信用合作社，我看它的经营，是很正常啊，哦，也没有什么瑕疵。你们上次有金融检查有没有瑕疵？有没有？来，请局长回答。主席、各位议员、理事先生，感谢黄议员的指教。啊，首先跟啊黄议员报告，有没有瑕疵就好了。金融检查的权利是在这个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好，那你了解有没有瑕疵？金融检查难免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应该要改善的事项。好，那有这些改善事项的话，我们会去追踪，那要求受检查单位来改善。好，那有客户借1000万，主席要抽1%的利息，有没有证据？有没有？这个部分基本上大概我们的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了。是是是，哦，好，那我们林议员有讲啊，讲说不相信去问杨顺木议员哈，这不是凭空捏造的。我有问杨顺木议员，杨顺木说没有了。啊，当然这么难比啊，啊，我等几分钟给你讲一下。他卖个情况啦，我直接为这个问题来讲一下吼。这个信用合作社的主席是阮阿叔，但是这款的代志吼，差不多几落工程我哪袂记哩。恁这林议员吼，伊讲说因老爸甲讲啦，讲都拄仔讲的议员，这文议员讲的是讲借偌济台提是拍这代志，是林义贤甲讲因老爸甲讲的。啊，我知影，啊，因为这跟我无关系，啊，我这边听，这边就过啊。啊，甚至于讲，你讲，或者这个代志，你讲去问杨顺茂议员就知影。伊是阮阿叔，但是我甲伊无介好，无唔对。伊讲做什么代，叫我这个代志来问我，问我就袂晓回答，我感觉莫名其妙。我甲阮阿叔的私下感情好到什么程度，也歹到什么程度，甲伊放款这拍代志两码事，哦。啊，袂使吼，要凭空我人多滴啊嘛，着钱吼，所以讲我直接做一个说明啦吼，啊，希望这个代志吼，咱这边遮吼，恁去查清楚，啊，这种跟我无关系，吼，啊，以上我感谢咱委员。好，多谢了哈。那局长，那安尼讲，局长，你诶，伫信用合，即马目前放伫信用合作社诶定期单。时间到时会甲转掉去无？因为信用合作社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公司哦，人遐嘛有你干事、副干事，佮有代表、佮有会员，佮有人真侪存款，真稳定的一个企业，安尼啦，唔通某某一个吼，
破坏人的企业形象俩，人家拢真正常伫经营啊，你会共转单无？跟黄议员报告，我们存放的这个定期存款到期会共转单未？到期的部分，会存放定期存款，只要是考虑到这个金融资金的收益性啊，每一个定期存款到期，我们都会去审视我们资金的需求。我们会去审视资金的需求跟。好。那个议长，那个副议长，我的时间了哈。好了，不要，啊，一人一人好了，坐下了。我的时间了哈。好，休息五分钟。什么冲击趴？安怎，你就安怎做，勿忘勿纵，吼、哦，安尼吼，社会才和气和谐，安尼了解无？吼、哦，好。那另外，交通部伫推展北北基桃生活圈，经济科吃大饱，交通月票预计七月上路了吼、哦，啊，宜兰关无去。那宜蘭縣無去，我伫甲看宜蘭縣政府真用心，啊嘛真尽责吼。第二月初九交通首长会议的时阵，都很明确去表达啦，讲咱有需要这个生活圈啦吼。但是就是交通部嘛无采纳啦，无采纳啊，新闻媒体嘛一直咧笑来县政府，讲这啥来无清楚啦。那本身嘛，感觉很纳闷啦。中央、地方啊，一条心啦，这是去甲中央政府吼、哦、来去做争取的啦。咱宜兰县嘛有一席民选的立法委员啦，吼、哦，陈老伯立法委员啦。这个是毋是又来甲咱斗三工来讲这个代志无？因为宜兰县政府甲所有物件来甲用好的时阵，去咧甲中央嘛要有人来帮忙宜兰县政府，为着官民这个问题来甲做好啊。但是伊即摆来甲看起来，好像都还没有纳入，七月都要开始啊。这方面呢，咱拜听秘书长有去甲中央咱本县的立委去甲做拜托，有没有？来，请回答。副县长回答。好，主席啊，谢谢议员。针对这个案子过程当中，我们都依照交通部所规定的内容啊，来也在期限内来把它做一个提报。好，谢谢哈、啊。咱陈立委嘛是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做过召集人，嘛
担任委员啦吼，所以讲对这方面呢真熟悉啦。相信讲甲拜托吼，伊嘛要选举啊啦，会真用心、真拍拼来甲这代志创好好啦，卖予所有的人认为讲咱宜兰县就是二等国民、三等国民，没有作为，也是变为东北角的孤儿，也是迄个其他的想法。相信讲这是无困难啦。啊，那这个经验对中央来讲，经验是真侪啦。吼，啊，无就是陈义伟，伊嘛民进党的，中央民进党的，伊甲民进党甲民进党伊袂合，这是较无可能啦。啊，院长嘛是搁咱宜兰人咧，对无？所以讲，拜托陈老伯这件来甲咱共同合作。伫七月，今日来甲定案。啊，这拢是咱百姓的一个福气，哈、哦。好，新生国小第112年四月七号都顶个月尔啦，有办一个吼、哦、英文比赛啦，拢总有93间学校，吼、哦、来去遐做英语的比赛。哇！结果人济，人济时阵哦，车伫遐停方法，奥多麦伫遐停方法。我请问教育处长，你也是呢啦？警察局长嘛是呢啦？恁两个有电话通者通者无？迄啰教育处长，警察局长什么名？电话偌济你知无？来，请处长回答。报告一座哈，那个林武宏局长哈，啊，点位立章嘛，大哥大，我们两个有赖，有赖哈、啊，还有一个设一个群组，好，请坐，随时。那警察局长，谢谢。简新兵，你把你了哈，啊，点位呢？点位立章无？拢有赖哈，哦，多谢多谢多谢。像这个情形哈，你不管一百间学校都要要办这活动，人济哈，你来拜托警察局来给咱交通哈。啊，甲停车吼，小指挥一下，安尼啦吼，指挥地吼，卖犯法的所在啦。啊，无，唔是啦，家长载囡仔去，去甲遐比赛落来说，哇，大家拢犯法，几排，免免送，较免嘛免咱宜兰县政府，安尼吼，哦，啊，就这点，这个爱多多的注意一下，吼、哦。那另外，上局长，上局长，你去拍我那。姓邵就好啦吼，也是姓江华好啦，哦，啊，讲真久啊啦，讲真久，比较有争议点，就是讲第一点，你的工商价被刁难，工商价被刁难，实际上伊请假三个月内底两天上班，啊，这个嘛无困难啊，为虾米？消防局人事室中央有消防署人事处。管政府嘛，人事处啊，啊，像这大家拢有一个真好的规范，会当来彻查，无困难吗？送丢、送唔丢，拢秉持着公平、公正、公开，安尼关节来甲处理就好啊，这无困难吧？啊，那另外这里点第二，伊要求要留职停薪，无成功最后辞职，这嘛无困难啊。你这个有记录，有人跟人的对话，哦，啊，这拢会当详加查查，啊，会当来水落石出啊，这拢是非常正常的啊。那第三个争议点，被勤属于勤务视为上班时间，这个已确定了啊，这个争议点都无啊，都是上班啊嘛。过另外第四个争议点，要采性骚扰。的事件，也是要性平等工作处理，这拢两个拢已经用安尼以上啊，这个已经就确定了嘛。那第五，受害者跟消防局协调其他请假别被驳回、被刁难，造成二次伤害，这嘛是有记录啊，嘛是有人跟人的对话啊，这拢会当查一下。来去用。那第六个，
提出医院证明诊断书，要甲你申请病假，不肯核假，表示啥？住院才可以请假。啊，这我都讲过啊。消防局毛人事处、人事室、中央，伊毛人事行政局啊。管政府毛人事处，这个问一下，到底法条法规安怎用？这个都可以很快的，就是厘清啊。那另外，那成立性别工作平等会，设置委员，这嘛成立吧？那成立性骚扰防治委员会，这嘛成立吧？这拢会当调查啊。那既然甲这个代志拢已经具备啊，啊已经具备好了后，照你讲，这个解决的办法，拢有方法，够有管道啊。啊，为什么这拢袂去用？啊，袂去用都安尼，砸来砸去，砸到大家唔知要哪处理，新闻阁报遮大。啊，这个物件不舍弃不用，第二回即阵当然是可以，但是第二回即阵，伫短短期间要叫人签，要叫人讲。对不对？要叫人讲，安尼会使袂使？一时之间都要经过合法的程序来去做啊。所以讲依法办理，这是真重要呀。好，到尾啊，啊，佫叫你刚都徛不哩久啊，啊，佫叫局长下台，啊，这就愈听愈奇怪啊。安尼是演变变成。政治事件、政治斗争、政治对杀，安尼对整体的这件事件，要加公平、公正、公开，安尼来做，都有无帮忙？对这代志无帮忙啊！都有讲过啊，这争议点拢年轻，都有一些机关。机关在处理啊，所以讲哦，你这麻烦，像管地这方面的哦，都把秉公去甲处理，该当还人家公道就还人家公道，该当勿枉勿纵就勿枉勿纵，安尼比较较客观啦，比较较客观啦，哦，啊好，请坐。警察局性骚扰这方面呢，警察局半年来。处理44件，啊！你消防局处理一件，啊！44件拢安尼无方无方无药，拢处理到好死好死。你有啥物经验吗？来讲者听者。来，请局长回答。好，谢谢一座。警察局报告哈、哦，这个大部分都是一些电话骚扰啦，比较没有那么严重，或者跟踪爱慕者这种的啦。好对，都这一类的。较轻的就对了。不是。44件。对。安尼，啊有较重的无？较重的都大概这款的，还没有说要申请书面，阮都无拢书面告诫当事者，还没有申请保护令的啦。好。是。好啊。大概拢这一类。电话骚扰。警察局长请教一下。好，谢谢了哈。啊，还是秉持一样的哈，勿忘勿纵，哈。啊，依法来处理，公平、公正、公开，安尼，莫去玩弄到什么人，安尼上好了吼。那另外，交通部公路总局哈，在112年4月27日宣布，机车3小时训练道路驾训课正式上路。只要你有取得驾照，在全国14间的驾训班参加道路。安全训练，额外再补助1200块。啊，公路总局目前核定全国有10个县市，这10个县市拢总14间，台北市1间，新北市3间，桃园市1间，新竹市1间，台中市1间，彰化县1间，嘉义县1间，台南市1间，高雄市3间。屏东县1间，安尼14间，宜兰县无，
宜兰县无，啊，宜兰县无，即甲迄个月票迄共款啊，又阁变成二等公民、三等公民啊。咱若要去遐再训练，要补助千二块，都爱乌多麦爱徛，爱徛去迄落台北，啊，再阁乌多转来，安尼敢有合理？这嘛无合理啊！那个交通处，这个稍微说明一下。感谢大会主席哈啊谢谢黄议员对这个业务的关心哈。那因为这个业务是台北区监理所的业务哈，那就是这个驾训班的事情是中央主管的业务了。那有机会我们也会去梅河县内的这样子的一个驾训班。来了解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啊？好了，你要去中央建筑啊，十四间无咱宜兰管的俩。嗯，哎呀，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有了解到这个事情，嘿，是。嘿，阿边那去建筑，咱宜兰管嘛有。我们再去跟这个业者了解一下，他是不是没有去提案哈？因为这个是直接是台北区监理所的业务。宜蘭縣政府不能獨身之外啦，叫業者自己去處理啦，不是啦，不是這樣啦，您要去中央政府去問個清楚，該怎麼樣做，我們就趕快的去處理，齁，啊，咱這也有立委，這樣齁，來拜託，別常常成為二等公民、三等公民啦，好不好？好，謝謝啦。大法官有解释哈，785号解释令，保障公务人员健康权的哈，就是咱警察啊，这个勤修新制，今年1月1号开始上路哈，那限制上班时数，哦，啊，这局长第一，安尼做会到无？哦，照这法令安尼做会到无？第二，检察人员有没有补足？哦，第三。三个月来我们观察有许多哈，伊去上，伊下班啊，但是勤务太济，人无够，所以讲伊嘛阁继续上班，哦，这叫做黑班，哦，黑班，啊，勤务表无啦，继续上班，这三点说明一下。好，谢谢大会主席，还有议员哈，跟议员报告第一个，我们一定做得到哈，因为785号解释函以后，照顾公务人员的健康权。第一个一定做得到，第二个。对，我们即马上加上八点钟啊，加班四点钟，即马拢安尼做。好。根本不用麻烦呢，啊，你也要隔天要轮休，整一天拢排八点钟哈。第二个，这警力是否充足哈？目前警力我们说实在的比较不够哈，我们编制人额是1533，预算人额1382。实际现有1298哈，还不足84个。那我们在这种还是可以调派哦，然后把一些警力整并。伊休假，但是伊阁继续上班有无？上黑班呢，阮有要求，绝对袂使安尼。嘿，该上几点钟就上几点钟，这人的权益。啊，阮勤务有调整，哦，比如讲所长、副所长，你卖来值班。人较少，你对巡逻，吼，巡逻这方面呢？会减少，会，这一定的，一定会减较少班次。为警察局调警力来支援这个区，这个分局。刑事侦查会减少哦。刑事的是还好，也会减少，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外勤派出所较严重，所以阮即摆有4个派出所嘛是整并，还有4个派出所是甲把咧主流所合并的。所以讲，这拢真重要，就是因为人数无够，哦，你要去调整，要去清楚的所在。那另外超勤加班费，每一个人超勤加班费可不可以务实申报？会使无？这本来就是拢爱务实申报，拢务实申报，嘿，拢一定爱安尼做，嘿。还是讲伊就会当报二个小时啊，啊，再限制伊报10小时呢？会安尼无？袂，无可能。你超过几点钟加班，哦，超勤都是申请偌济？哦，它有一个上限啦，19000。报到上限好。啊，这拢照正常，啊，你会叫伊检讨无？检讨你先啊，报到上限会安尼无？
这逐个月拢无共款，你凡说一个月较侪特勤勤务，也是勤务较侪，所以伊个加班时数会较悬，超勤都会较侪。啊，你若讲即个一个月较平淡哦，拢例行性的勤务，都是超勤加班时数会降低，啊，都会较少。好，逐个月拢无领无共。相关的当领到偌侪钱？19,000块。啊，即卖呢？有安尼伫做啊？有啊，我即卖就是安尼做。拢领到万九。大部分因为这新的环境吼，加比较的，他的加班的每个小时的加班费比较低，所以大部分拢报未满，报未满到万九。就是讲上关到万九就对。嘿，未使超过嘿。啊，无甲限制讲万六还是万七，无这个限制。无限制，嘿，你超过偌济，就互你领偌济，报偌济，安尼是。好。何时报领？安尼，即个问者最终就题就是讲。恁的员额编制的问题啦，吼，总员额你拄仔讲的嘛，1533个啦，预算数1382个，吼，啊，现有人员1288，安尼拄减151个，啊，是啥物歹报？这个预算有编，啊，是啥物歹报？这跟议员报告吼，这个从我有查过，大概最近十年吼。因为警专一训练的容量3100，大概每年哦，分发到各县市毕业新进的，新的基层人员哈、哦，我们这十年来从来没有补满到预算员额，大概拢差50至100安尼，要无够，哎。好，哎，警政署要甲讲一下，讲咱的勤务人无够、哦，是，编的医生有，吼、哦，啊，拜托伊这个紧来，那另外拜听馆长哈。伊个编制名额1533啦，哈，预算名额1382，哦，安尼还阁欠，是毋是咱个预算后摆编个预算要甲总编制额度互伊同款？譬如讲，总编制人数1533个，咱个预算嘛是爱1533个，安尼做会到？哎，拜请关掉。好，谢谢黄议员哈、哦，警察弟兄们非常的辛苦，超勤服务这个也是很辛苦的哈、哦，啊，所以呢，全国警察消防大部分哦，拢是全国拢当这几年来拢无搞，但是我们预算哦，刚议员建议的，我们来努力哈、哦，然后呢就是编组，然后也希望中央能够帮忙我们。你是要补足，今夜甲今夜预算甲弄个好，哦，弄个足。那希望中央来帮忙我们，人嘛要弄个足，对，安尼画像等号，对，但是全国都不够，才好运作了哈。好，谢谢黄议员。好，那后勤业务哈，各式的警用汽车212辆，预期的有39辆，占18%。一台汽车交了偌济钱？迄个局长，来，请局长回答。好，是。跟议员报告，大概我们现在采购大概65万左右啦。65万汽车，哎，安尼欠39台预期的，预期是预期偌久？8年以上的，有超过15年以上的？无啦，无遐久。无遐久啦，这拢过差不多1年2年安尼尔。过一年。目前都真的还运作得很好，它的新的车辆新的程度还不错。像今年我们就买了16辆的汽机车。汽车52辆的机车，警用机车，跟16辆的警用的这个巡逻车跟侦防车，16辆。啊，39台预期的嘛，哦，嘿，啊，你都啊，汰换，要汰换，不要太晚了，安尼讲，好，这款的拢是机动性的。有人叫汽车212辆，大部分拢讲新的汽车，嘿，汽车哈，哎，是，哦，啊，机车呢？机车522台。预期的36台，啊，机车一台偌济？机车，印象中敢那7万左右。7万，7万，啊，22台好解决啦。警用机车是。哎呀，22台好解决啦。即届嘛买35台，今年。买几台？35左右，嘿。35台，嘿。啊，35台预期36台差一台。嘿，所以它的新的程度，哈，哎，这个都是。设备啦，哈，必备的工具哈，要给它做好。第一安全啦，第二机动性好，哈，
这拢爱去甲处理就好哦。啊，是。哦，请坐。那消防人员超勤哦，超勤，行政院人事总处给你提升哦，超勤上限蛮高。是。啊，恁今嘛偌济？不好意思哦，那个我们每年县政府都有给我们增加，今年是一万七。今年一万七。是。要搁差两千。是因为他那个一万九是过年以后已经预算编完之后来的公文。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在县政府。当下来。应该是正月底啦。迄啰一百十一年。就今年一月。一百十二年正月底。嘿。好，安尼都三四个月尔。是。哦，三四个啊，即嘛减两千。啊，有什么款的补助的方式不？这个部分因为公文刚来哈，所以我们，会在今年的部分啊，如果预算的话，我们会这个部分我们已经会采足了，那我们在预算会议里面一定会提出来。哦，是。啊，恁的那万七，啊，警察局的他甲万九。因为恁那，我们两个单位编的都一样，但是我们因为工作的时间它是集体作战，所以大家上班的时间拢赶快，所以我。规个上局所领的超勤拢共款，那警察局的部分，它可能有勤务分为市区跟郊区领的这个差距，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规划。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同仁是采取同工同酬，大家每个月都领一样。对啊，警消都是一致性的了哈。是，哦，卖公这边他甲网告，医生拢变共款啦，安尼吼，医生拢变共款，拢共款网告。是，好，好，谢谢哈。安尼嘛，两位局长嘛，他照顾咱的。同仁为咱的同仁的权利、噶义务、噶福利那个过后，县政府对我们都一样的照顾。好，谢谢了哈，请坐。那生育补助啊哈，台中县一体补助三万，花莲县一体补助两万，咱宜兰县一体补助万二。啊，万二有拜听到社会处长讲，搁一个两千块是什么费用？啊，请昌泽处长回答。是。大会主席，我们副议长，感谢黄议员的关心哦。另外两千块就是我们讲的产检交通补助。哦，安尼并满四块就对。对，安尼来讲，宜花东这都减人六千块了，阿免阿来去弥补。这件事情，我们县长也很关心，希望说我们在我们的那个财政状况下，如果允许的话，我们在明年度我们想要把它编足，就尽量来这朝这努力来。明年度啊，今年呢？今年的话，提升一丝好不？今年编好未？还未嘛？今年已经，应该去年就已经编了，今年要再追加有困难。啊，今年嘛是同款万四，安尼。就维持现。万二加两千，同款万四。对。啊，明年要加一数啊。明年我们目标是希望说，产检交通补助会能够把它补足，那个就是到三千块。三千，啊，那么变万七，对不哈？就一万五，目前来讲这样是算一万五，搁加两千嘛？没有，就是原来我们现在的产检。哦，你话产就是万五就对了哈。对。哦。万五还佫差别人，万那差不哩济啦。平平安尼滴比拼吼，咱就较弱去啊啦。哦，为虾米呢？有当时咱的人口吼，照你讲，咱宜兰国的人口是爱四十万、六万以上啦。为虾米人口即马落落来四十五万以下？安尼吼，变四十四万几嘛？有当时也有个人吼，因为六都伊的福利较好，伊就户口过迄边啊，也无迁过来。这加减减有影响啦，哦，所以讲这方面呢，嘛要去加注意到这点啦，哦，卖甲别县市安尼吼，大家拢差伤济，差伤济来讲吼，感觉安尼，宜兰人安讲啊，横看都恶等公民安尼，哦，观感也不大好，哦，好，请坐。县政中心啦，哈，县政中心开发到现在有十几年啦，哈，那这几年来发展吼。欣欣向荣了啊！燕坡饭店嘛，住进啦，凯旋国小、凯旋国中嘛，拢底下九大建村啦哈，各项的高楼大厦、套厅厝一栋一栋安尼一直完成了啊！中央地方的行政机构，吼，嘛拢底下啊，来地毛进乐庙啦、新乐宫啦哈，游泳馆等宗教文化嘛拢底下推展发展啊，关键中心发展安尼起来。人潮、人口、车辆、商业、商店，拢一体集比。那一体集比，我们把它检视一下，县政中心的道路以前的规划，十几年前的规划，老米甲北米安尼尔。所以讲以前较无发展的时阵哦，来来去去啦，
车路边个电话，大家也卖过啦 ，OK 啦。即马唔是啊啦，即马发展起来，厝起起来啦，大家每一户拢有车啦，车是头前个啦。啊，你若搁停落去，就搭车袂过啊啦。啊，袂过卖创，住户就反映啊啦。啊，反映咱高雄厝迄边就去维安山啦。啊，维安山咧，偌惨嘛！即马要去遐消费也好，要去遐找朋友也好，也是讲要去遐做啊一挂活动也好，无当停车，若停落去就去用罚，去用罚。去用罚的时阵，即马咱就爱去考虑咧，谁来去用罚？哦，原来县政中心遐有规划停车场，拢总规划有没有开花？有没有开花？迄个，接上个业务，建设处啊，交通处。来，请处长回答。啊，谢。停车场有没有开发出来？跟黄议员说明哈，那县中心因为大部分都是住宅用地哈，那一部分的商业用地旁边是有配置四个停车场用地哈。对。那目前四个停车场开发几个？目前是已经有算是有开发的，敬福宫那个广场那部分一小部分哈，那还有大概县政南街那边也有一部分，也现在也有免费提供使用哈。还没有开发啦。现在有两个。今天正正规划停车场的，要未开发啦。目前是已经。现在哈、哦，今年哈、哦、要赶快去编预算啦，去甲做开发起来啦，生活机能才会好啦。啊无吼、哦，乱停吼、哦，啊去用罚，啊包括路边沿着绿色廊带，杂草丛生，啊那车停起哩嘛袂使，迄嘛去用罚。啊到底迄个绿色廊带迄个所在，是要甲解禁甲改掉的，啊是要真真正去做绿色廊甲做好事，拢无要紧。何去何从，唔知影。啊，这要阁安怎处理？两个问题啦吼，一个问题停车场啦，吼、哦，爱去做开发；第二个问题，绿色廊带这个爱去解决，看要甲做好，还是要甲开放拍起来，防停车，安尼。第三个步道吼、哦，步道迄拢爱去做好啦。哦，这三点请说明一下。好，跟黄远说明哈。那目前我们已经在。开发的是有两个停车场用地哈，就是从凯旋路进来到县政中心的这个进到县政中心的两边哈，那目前已经在施工当中哈，那也完成委外哈，那很快应该就可以营运哈。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另外端的商业区哈，就是这个刚提到的饭店前面那边有一块广间亭哈。那广建亭的部分也可以一部分作为停车场使用，大概下阶段县政府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做这个开发使用哈。那至于这个步道的部分哈，那因为县政府这边也大概有这个做了一些局部的改善哈，那大概下个阶段我们会针对包括学校跟这个集合式住宅之间，那有一些这个比较常使用的这个空间，那我们会逐步去做人行道的优化的工作。好，是好。迄、那个十几年前规划案吼，您即马也开始检讨了哈。迄款呢也没有法律依据嘛，就是安尼大家规划起来安尼嘛哈，不合时宜的该检讨就要去检讨哦，那该改变就要去改变它的规划，该建设的起码十几年来正是时候哦，啊，莫阁用讲的，啊，你知道？爱实际上变预算去落实啦，哦，第一，我拄仔讲的停车位真重要哦，莫让遐个人认为讲。你要收钱嘛，无要紧啊，大家嘛甘愿啦。有他停车使用者付费都 OK， 都 OK， 安怎？卖讲无他停，啊无他停就乱停，啊乱停就是一定去用罚的，安怎吼？所以讲这方面呢，吼、哦，这方面呢，该检讨，吼、哦，该改变，该执行就要去执行，安尼有困难无？是，我们会整体评估来拟定相关的计划来执行。没有困难吗？不，没有困难。好，好，请坐。那公里处宜兰县管辖的
咱因有真侪游乐设施，游乐设施恁来去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检视，吼维修，为虾米吼？有诶关系就是囡仔去耍荡秋千，练落来，练落来滑倒啦，但是下骹诶物件吼破去，无去注意避去，落去再去擦着，安尼吼。所以讲，尤其是疫情吼，疫情即马解封啊，吼，佮暑假寒暑假佮伫个到位啊。所以讲，出外游客，囡仔好，大人也好，吼，亲子活动会愈侪，吼。有游乐设施诶，管辖有啥人？迄、那个公里数有啊无？公里数你有吼？请理事长。跟议员报告，有我们的景区里面有部分的，虽然不是单纯的游乐设施，不过有景观性的游乐设施，我们都会进行维护。有没有定期去检查？有，我们几乎都是每日巡查。好，谢谢哈。那还有各局处的，有哪一个局处有的？那个都要。学校呢？教育处吧。好，教育处有没有定期维修检查？来，请回答。好，主席，感谢议座哈。我们这边为维护学生的安全、啊、在学校的部分，我们每三年我们办理检验的工作，三年再检验，随时有状况都跟教育处汇报，三年一摆，三年是总检查，哦，总检查，哎，那平常呢？平常就是随时跟各校保持密切联系。哦，好，那我们有编列预算以上，谢谢。好，好，谢谢哈，这个维护很重要了哈。那视觉功能障碍者就业的服务了哈。诶，伫111年吼，拢总办5场啦吼。啊，咱拢一般就是讲啊，叫5场来做示范。不是，你遮就是讲，是毋是会当伫咱人潮多的地方啊吼？啊是讲车站，啊是病院倒位啊，协调一下，啊是咱的观光景点有固定的位置，好像客轮车同款呐。客轮车咱伫迄个转运中心啥拢有位架啊，互伊呐，要载人客也较方便呐。啊，伊遐是毋是会当伫咱的景点遐？嘛，固定一个位，和所有的视障人员吼轮流去遐做值班，去遐做按摩，去遐底下来做一个营业，安尼嘛不无小补啦。所以讲，这个真侪视障朋友来甲我讲，讲因生活比较困难啦，吼啊电不容易着，是毋是？这个拜托馆长，是毋是来甲帮忙一下？安尼有可能无？来，请县长回答。谢谢黄议员哈、啊，那我们会后的时候来讨论。好，好。好，列入记录。好，感谢黄定和议员的质询。啊，今日下晡的会议，咱就到这结束。啊，感谢咱林馆长，率领咱林副馆长以及咱二财局处长列席陪询，同时也感谢咱本会同仁的协助，大家辛苦。明仔的议程，咱继续进行咱馆长施政总质询，请议事组会记得通知轮到质询的议员到场。我们明天早上9点准时开会。啊，等一下吼，5点半啊，伫咱本会餐厅有举办咱福会联谊的餐会哦。啊，特别邀请我们本会的议员，以及我们县政府林县长、副县长以及各位局处长。能够踊跃的出席，大家辛苦了，明天见，谢谢。